Chinese boy brought black girl at home. Dad, unbelievable reaction. 我说话，你说我说怎么？这叫骂人音儿。怎么？走了。走。他们那边就是。给我拿水吧，你先喝水，咱再说话，行吗？啊。他们那边就是管妈妈。就比如说我见到他妈妈或者见到什么女性也得喊妈妈，见到男性就是这个，这是他们的一种习俗，对，就是这样吗？喊爸爸都喊爸爸，喊妈妈都喊，真是这样。哦，长知识了，我给拿水去啊，你先坐。你这上来就叫妈妈叫爸爸，确实难以接受。我天哪，那安慰了吗？In China, we not call, like, you can call auntie, call uncle, but not mama, papa. 来来来，艾瑞卡。你坐吧，不用管他。这是吧，您不开开。不用管他，你坐。你坐。